所以现在谢谢郭书瑶，再次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欢迎大家来到义大超级亚洲音乐节。哇，你这个竹须真是把我们第二天一开始气氛就给他做起来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非常的感谢大家呢一起来参与我们第二天，而且天气呢依旧是非常的好啊。你真的很幸运啊，因为昨天来之前还有下一点雨。那结果后来我们在开演前呢就已经停止了，但是今天是整个地上都是干的。然后大家应该像昨天台下还几个穿雨衣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对，就很怕淋湿这样。今天大家应该都非常的开心，带着非常清爽的一个心情来到这里哈。尤其前面这几位刚刚一直在帮你拍照，谢谢啊，感谢他们。这几位的后果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是什么？就是到罗志祥出来的时候他记忆卡就没了。因为有五个小时，所以你不行了，你这样一讲，等一下就不拍我了。也不对，对，所以我很为难啊。我又希望他拍你，可是我又替他担心啊，因为要4-5个小时啊，节省的用啊，电池有没有多带啊，记忆卡啊。我知道你们每个人来看的人都不一样，可是我很感动。今天啊，跟昨天一样。不管谁上台，我发现我们的南部的朋友啊都很热情，对，都会给他热烈掌声。所以你也要照顾一下。左边的朋友，你都没有跟他挥挥手吗？谢谢。拍谁？我公左边是这边啊。哦，左边。正左方。好，那左外野的朋友来挥挥挥。左边的朋友。对，我一定要确认哈，你有看到大家？有，我都会看到。那个起司马铃薯那边的朋友。有看到了。哇，这个牌子这么大，这不买2颗都不行了。真的，等一下大家都往那边冲过去。对，还是好会做生意。中间的朋友是最热情的，对不对啊？哎，是啦是啦。好，来右边的朋友跟瑶瑶挥手。好，来，一个都没有。这边的人他浪多。还没放人吗？对，还没有人进来。好了，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最近的近况是什么。我最近在拍一部3D 的戏，叫做《爱上巧克力》。是是，已经在播了嘛？对对对，我在里面演洪熙慧。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？是一个傻妹。那跟本人就是不一样。不一样，我本人很聪明。我又没有说什么，为什么要自己那么紧张？奇怪了。现在演戏算演出心得了哈。对对对，很厉害，很有趣。对啊，这一阵子不管偶像剧或现在8点档都看得到瑶瑶，会不会就觉得演戏比唱歌有趣的呢？演戏比较轻松一点，唱歌还蛮紧张的。是吗？唱歌蛮紧，你没有觉得他紧张吗？真的吗？没有吗？就你为什么要紧张呢？你上过舞台的经验这么多，为什么来到义大这么紧张？这次不一样，因为我准备的东西比较多，是是，刚刚有主曲，然后等一下又会弹吉他，会弹钢琴。哇，听到没有？他还要自弹自唱哎。对，特别为我们这个超级亚洲音乐节准备的是吧？对，我特别去练的。所以你看今天是特别准备的，以前他别的表演都随便表演的，你知道吗？也没有啦。所以今天真的大家买票进来是对，我都有认真啊，但这一次就是花了更多的心思，加倍的力气，因为每一次出来啊，瑶瑶一定要更进步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都这么关注你，要一次比一次了不起。包括刚刚讲的，等一下你是要表演什么自弹自唱？吉他的。吉他练的时候顺利吗？吉他那个力起来都快比你高了耶。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很顺，手很痛。真的哈，因为会长茧或者是磨，对不对？好，请大家待会拭目以待瑶瑶精彩的演出哈。好，你看我们朋友就是这么热情。我跟你讲，我昨天就已经感受到了，真的。我们这里的朋友，因为我们今天来的哈，你也知道这两天有那个新加坡来的，有那个日本来的，有那个韩国来的啊。然后呢，也有我们台湾的，我们也希望我们台湾的大家都要一起捧场一下，对不对？我们全场一起给我们台湾之光瑶瑶鼓励一下。你看到没有？感动吧，感动吧，有感动，对呀，倍感压力。是是，他绝对不会辜负你们的。你看他裙子拉得这么高，就知道了哈。你的腰，你的腰长在这儿吗？那个裙子有点太蓬了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会变装。这样子，你不要破我的梗啦。对不起。你等一下会变装啊？对啦。昨天杨丞琳就变过了。没关系，我跟他不一样。不一样吗？昨天杨丞琳是一直往身上加衣服，瑶瑶不一样，他会一直脱衣服。所以请大家拭目以待，我也好期待。但是讲到一个重点哈，你平常啊，就是放假的时候哈，会不会出去游乐园玩？喜不喜欢坐摩天轮之类的东西？喜欢，摩天轮很浪漫。是，小心回答哈，因为后面就有一个。
OK 啊，等一下我就上去。你觉得我们这个外星人长得怎么样？很漂亮。我昨天晚上第一就是还没到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看到他了。是是是。然后我就马上拍照了。你知道这个摩天轮，我们义大真厉害。我们这个义大现在不只是高雄之光，是台湾之光，也是台湾之光。是。你知道这个摩天轮有什么特色？最大特色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就是会转，好厉害。那会转的摩天轮呢，还要够高，还没讲完，还要够高。这个是全台湾哈、海拔最高的摩天轮，因为我们刚好这里是个山丘哈、所以呢，它可以看到呢非常非常远啊、因为够高嘛，所以很远。你知道大概可以看到哪里吗？整个高雄吗？不止哦，你坐到最顶层哦，可以看到台北你家，对。骗人。试试看啊，试试看。好，我等一下唱完我马上就去做。对，如果你在上面没看到的话，我就让你停在那里。我就下台马上来找你。不会不会，我会叫他停，让你在那边多待久。那你知道转一圈要多久吗？转一圈你觉得这个，你看他这个速度应该要半个小时吧。哦，一般都会这么久，对不对？但不用，我们这个义大很贴心，18分钟就刚好绕一圈。哇、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刚好的、对不对？因为你太长哈、如果要想尿尿都很麻烦，你知道，所以18分钟刚好转一圈。然后每个包厢呢可以容纳8个人、而且里面有冷气哦。哇，厉不厉害？厉害。对呀、里面还可以点餐哦，还可以有麦当劳外送服务。真的，你就打给他，哎，我在摩天轮上面第6格，麻烦你薯条一份。没有啦，当然，但以上讲的是真的啦，有空调，然后8个人，然后转一圈18分，有空的话，瑶瑶待会去玩一下，好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感受一下。Okay. 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继续把舞台交给瑶瑶，一连串的表演，真的，包括练团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练歌。好 ，live band， 然后自弹自唱， yeah. 所以请大家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哈！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我们第一个登场的歌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，再次交给瑶瑶郭书瑶，加油！